哇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啊，阿全茂？什么情况？阿全哥，这什么情况？兄弟，你怎么情况？你干嘛？被拍了，你咋着？你干嘛？没有没有，阿全哥。啊？哥他把车子开到这里来了，我要去干活，看到了，我给他拉一下。你受伤没有，阿全茂？我没事。你没坐车子是吧？我没有错。兄弟是。哎喂，慢点说。我怕你待会儿又讹阿全茂，是不是你开的车？是不是你自己开的车？啊，是你自己开的啊？你确定啊？我是录着视频的啊，录着像的啊。要排尾，不要排尾。你自己开的，没事的，兄弟。是吧？嗯、那就好。你受伤没有，兄弟？受伤没有？没的。摔到没有吗？没有。没有摔到是吧？啊。先帮他把车子给他抽起来。啊，好，我。那我来帮忙嘛。你不能讹人啊。我。帮忙嘛。你不能讹人就没事。那帮查一下啊。啊，没事没事，可以可以啊。一起来吧，我们两个抽了半天了。好，来吧，来。一二三，等一下。弟弟小心一点啊。没事。姐，没受伤啊。没受伤是吧？来。二哥，弟弟小心一点啊。好，来。一二三。慢点啊。不会，可以了。阿琼啊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没事就好了。那你开车能不能行？能不能开？你手有没有事？看一下你手有没有事。没问题。能开走吗？能走是吧？啊，要不我送你去医院检查一下，看一下。不去。啊？不去。啊，没问题是吧？那我们就走了啊。你自己开车慢点啊。对，阿琼啊，你手怎么了？没有，没事。没事啊。不知道他车上什么东西弄到手上。你没坐他车子吧？没有。没有就好，你确定没有受伤？没有，然后休息就可以了。走吧。他有没有欺负你啊？没有。没有就好，这样担心死我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兄弟，你干嘛？等一下。你干嘛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的车子是真真实实，我是问了你的，你说是你自己开到那里去的啊，自己翻的啊。是的，走，阿全茂，走了。你车子都已经给你抽起来了，我们走了，阿全茂。等一下，喂，大哥，等一下。你干嘛没完没了了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走，阿全茂，不要理他。哎，我是想解释哈那个鸡，那个是不是？不用解释了，那个鸡都不用解释了，好不好？不是的，那个鸡其实是他自己生病死的，不是阿全茂屋头的狗，那是的。那天我喝酒醉了，我不晓得。你喝醉了。哎，没事了，那都过去了，好吧，过去了，走啊，去吧。不是，等一下喂，不要走喂，我暂时我走你屋头去，我说把那个钱退给你呢，结果你又没在屋头，我弄来了。能够解释清楚误会也是挺好的。我把这个钱退给你喂，那把这个钱退给你，那我鸡确实是他自己生病死的，不是你屋头狗咬死的。那天确实我喝酒醉了，确实不好意思。兄弟，我告诉你啊，是真真实实的，你们阿群茂家是没有养过狗的，这个我是知道的。而且我也给你解释了，当时也给你解释了，当时我看你也像喝了酒的样子，我也没给你就是过多的说，知道吗？然后你现在你能够把这个误会解开。能够想清楚真实的东西，那就挺好的。反正远亲不如近邻嘛，我希望你们以后也是好邻居，好不好？大家心中的隔阂都剪开了，好吧？啊，你这个车子能开回去吗？能，你开车慢一点。如果不能开的话，我帮你送到家里面去。啊，可以是吧？啊，确定啊？确定。然后你开慢一点啊，这个下雨天路滑，好吧？啊，谢谢了，大哥。不行，谢谢了，大哥。不行。好，你慢点啊。开心什么呀？他不会解释呀，他对啊，他那天是喝了酒。对，我就觉得很生气啊，莫名其妙的一天忘了人。开心就好，好开心是吧？这个钱给你，这个就是给你的，你帮我收着好吗？你帮我收着吧。那天你给的，我都不知道你给了那么多，我的就是你的。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。
人，我从未向你坦白，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地关怀，为什么